他们是纯欧的小孩，他们没有自信心，有很多小孩都不愿意上学，怕其他的小孩取笑他们。平均做一个纯欧类的手术大概5000到8000，贫困的家庭基本上没有办法负担这个费用。1个多小时的手术可以改变他一生。爱心呢，可以超越语言的障碍。朋友都说：“哎呀，你去中国这么多次，你中国一定有家了。”我说：“是啊，我中国一定有一个家了。我有3000多个孙子孙女啊，很多小孩都叫我王爷爷，我是觉得非常幸运。” One, two, ready, go！ 泥娃娃，泥娃娃，一个泥娃娃，我就他爸爸，我就他妈妈。希望给他们一个新的机会，还给他们一个灿烂笑容，每一天会继续上去。